好啦，系时候表演啦！小田叔，快啲理埋先啊！玉红，嚟啦，大家好 ，Come on！ 光之勇者，大家。超人，希望你今次唔会令我失望啦！点解？哎哟，做咩？系怪兽？好险啊！停手啊！哎哟，果然系终于拍档嘅怪兽嚟喎！好啦，之后就交俾你啦。搞错啊！呢只嘢好大力啊！你唔好再插过去啦，都系等我嚟啦。我知啦 ，Come on， 力之贤者，泰坦斯，快啲 ，Go， 超人泰坦斯。小田叔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你就是超人嚟啊！我是纳克尔星人，我的名字叫欧迪萨。纳克尔星人，他们是好战的外星人，拥有战斗的天赋，是很残忍的种族。小田叔不是这样的人嚟噶，不是。你朋友刚才说的是真的。啊？
我后生嗰阵同过好多人战斗，我被称为晚霞下嘅战士，我以呢个称号为荣。但系最后我都系输咗。我记得喺某个行星嘅黄昏，我输咗，输俾光之巨人。当时好靓，我想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晚霞。那一刻我觉得原来自己真的很可笑，所以我将布莱克黄蜂在蛋里面，之后就不再战斗。是这样，为什么这怪兽又会再出现的？是因为他听到我内心呼唤。咁唔通你又想再一次战斗啊？你唔会想咁做噶！我认识嘅小田叔系个好中意画画，成日都好开心咁笑，仲要讲下烂嘅，系个心地善良嘅人嚟噶。小田叔，你做咩喺度发呆啊？唔好意思，系你噶，封信有人俾你噶。幽行，一直以嚟好多谢你。今日我会用尽全力战斗。所以希望你变成超人，同我决一胜负。小田叔，点解你一定要我同你战斗啊？唔通咁样就系你要嘅答案咩？你唔系讲过，就算失败咗，只要再嚟过就得噶啦咩？唔通你咁讲？唔通你咁样讲系呃我啊？幽行，唔好再犹豫不决啦！我已经有成半个世纪冇战斗过，我喺呢个星球上生活得好快乐，接触美丽嘅大自然，而且仲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嘅爱，令我渐渐觉得以人类嘅身份结束呢一生都唔错。系啊，我真系有咁谂过，之后仲同你成为咗朋友，我真系好开心噶。只不过，估唔到会喺呢个地球度又再一次遇到攞走我一切嘅、令我蒙羞嘅光之巨人。每当我见到你嘅影子，我就会不断问自己：乜嘢先算系最值得骄傲嘅强大？之后
我就会全身热血沸腾，我会不断否定自己，又不断同自己讲我厌倦战斗。但是我的拍档令我意识到，快点停手啊！我真正的愿望究竟是乜嘢？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用声波阻止他行动。Come on！事实上我一直都在自己骗自己，其实我很想再跟光之巨人战斗，而且我一定要打赢，再次拿回我的战士称号。小田叔，你现在回转头还来得及的。话你知，我是高傲的纳克尔星人战士欧迪萨。Come on！ 地球光芒，手握光辉之力，快点 ！Go！ 超人大家，光子地球形态。请原谅我的任性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答案了。幽幸，我希望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感到伤心或者自责。黄金先人利网，你已经留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给我，虽然幅画我仲未画完，不过对我嚟讲，能够同你一齐睇日落已经足够。其实我已经好满足，有幸能够识到你，真系太好啦。大家，你问我当时应该要怎样做啊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当其时就只能够这样做。小田叔。